你若是能够在这朝堂之上，我会想办法替你开脱。多谢灵武王，可不要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 叫什么叫？不知道少爷要静养。是秦勇，秦勇回来了，还不快带他进来见我？不是，秦勇他，秦勇他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秦勇到底怎么了？什么？秦勇死了？ 凤儿，凤儿，凤儿！哎，老爷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哼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啊！是秦尘那个小畜生，一定是他干的。老爷，一定要让他死，否则我秦家将永无宁日。 秦勇刺杀秦尘这件事，明日一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当下该考虑的是，明天在朝堂上我如何向陛下解释。还有，秦勇居然死了，难道有高手在暗中保护那秦尘？ 我若是再不来，你岂不是要翻了天了？你居然任由秦勇带着影杀楼之人刺杀秦尘，你魔怔了吗？这秦勇是自作主张，这事我之前完全不知情啊。你身为秦家家主。 府中之人行刺大事，你又怎会毫不知情？若没有你的默许，他秦勇一个小小的秦府家臣，又怎会有如此胆魄？哼！建宏，你好好想想，若是因为你导致计划出现了纰漏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 是我欠考虑了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明日朝堂之上，我会想办法替你开脱。多谢灵武王，今后我必定不能如此莽撞行事。哼，可不要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是，灵武王。